被抓的人、被爆的人、被弄的人多了去了，每个人的黑历史，共产党那儿都有小本本给你记着，对吧？你想想，中共现在近10年的这些摄像头，你哪一次哪一个人你能跑了？我就问问你们，你们所有的这些什么卖淫、嫖娼、吸毒、K、摇头，所有的你们的记录，共产党那儿都有。只是哪一天拿出来要收拾谁，他有什么用，是吧？你看他们去所谓人大政协开会的这帮孙子，有一个算一个，是吧？他们都是被共产党拿捏控制的，其中的一些，是吧？木偶，是吧？让你去，是吧？代表文艺工作者，纯属扯淡。